年代面路都标路一样。啊，就是嘛。年代面路嘛，搞一下，接大了接大，用心用点钱，然后建立了嘛。那我们那时候呢，不然那么收票多。在那天哈老过，对不起，我因为话，我到我往北那边路标的了些，都是我到我往以前的路牌，但是呢，现在接的起码路牌多了。然后现在我那边买了，比别人那边买了，不搞的啥一下，现在养的农家家老了比那边，哎，我不搞的啥，自己比多了些那地方都是高方面的啥事吧。这个来呢咯，那个来过来呢，路段路段苗红南边的路段咯，这样的了。我是的那人家背着多来了，我们路口没，我路啊人家我们要不跑呢。我不知道小区多来了，说老区也啥子呀，我们多了，挺多来的，身边他们没不要。这过年啥不啊？撇的那个撇的，我讲那边撇的那撇的，喏，包满那他收了些，喏，大家研究下咯，哪路，喏，我小腿木，小脚台，大妹妹，你来，你在电工那里干的，喏，那里边。你来平常到了你的，咱在那边呢，家里啊，都在那边拉的，做账户喽，不拿票嘞，感觉在路边买楼，喏，已经叫人呢不得味道，喏，十味道，大哈十来味道，喏，被收了小腿啥的啊，心里啊晓得。大舅啊，我不出国喽，就你阿伯呀，阿伯老老里呗，哪里老呗，去哪里呗？啊，抢完了不？中午地上被的干嘛了？已经那啥路线了，都到右了，你知道吗？被收没交了，收完了，来人搬来被，我看到有马路奶奶被的，都到，你来人打被收的呢，亲家一上来的，他的啥人家也有啊，他别闹着地打的，那屋子嘞，水母呢？中国那个人家接待你啊，有时候人工他一出来就来了，都多了有，身体好。